他在《青春有你二》中有你二，我的天，他一直是那种啊帅气风，并且成功出道，对，代表作品《斯芬克斯》出道未满一年就以不俗的表现力登上了各大时尚纸刊的封面人物，亮相，成为了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新生代偶像之一。但其实他今天这个造型也非常的适合他，就是很酷，而且你看他这个衣服的长度刚好也是把他整个人的这种身材也显现的无疑，就很少有人说是在外面再套一个而且能看出身材的，而且他整个衣服用那种无数的碎钻拼接成了条纹样式做点缀，你不觉得就真的太好看了？然后大翻领的设计啊，形成了一个 V 字领，就显得就是可以看出几分性感和妩媚，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有，而且我真的好喜欢他，我可喜欢他了。而且你看到没有，他身上这些铆钉元素也可以显得他这个人很酷很帅。其实他今天整体的搭配是非常亮眼抢眼的，嗯，就是最让我注意到的就是他那个 V 字领的那个点缀，那今天来碎钻的点缀真的是完美了。天哪，而且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我真的是就是觉得好强，唱跳能力都很强你知道吗？而且他真的是好白。好，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著名演员姚晨，从找到你都挺好。